啊，说经过了磐石农场，啊，一个叫胡独仙的战友，中介啊，竟然和那个温信对敲币，啊，付了十几万美元，两单啊，一个七万多，一个三万多，十几万美元，啊，然后这个温信现在是胡闹，啊，在这块胡说八道，造谣生事啊，在这块耍流氓，啊，这个拿共产党钱了是吗？啊，结果知道以后，马上发给铁血主，铁血主马上找了全球联盟委员会，啊，找了这个磐石农场，唐平。啊，青藤、胡独仙马上举手，全面支持负责，啊，马上钱还回去。胡独仙做得好，我承认了，我担责，人家是给农场还报备过。然后唐平、青藤说拿不来钱我们负责，这就是好农场，啊，绝对反对现在对敲和场外交易。任何农场发现对敲场外交易，马上把这个战友的币马上清零，直到你啊把战友的钱还回去为止，啊，如果你不还，你的币就这样给卖掉来还战友的钱，还不了还告你诈骗。我再次向全球的战友呼吁啊，不要再搞对敲，没拿到币就付钱，这是出大事儿了啊！有很多话我都不能说在这儿，啊，绝对不允许，各农场主必须负起责任来。这次磐石农场做得好，铁血主干得漂亮，胡独仙、唐平、青藤干得漂亮，维吾战友里只有这个文信是个真正的骗子，啊！我现在我建议全球联盟委员会对文信全面啊进行刑事诈骗起诉，到洛杉矶啊全面起诉他。然后到纽约这个警局去报案，已经报了，好像昨天啊已经报了啊，这个人是敲诈恐吓威胁啊，这些维护战友的币，维护战友的卡，维护战友的利益啊，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无苗有币，有新中国联邦，有战友。傻子不法了，面儿直播。